好，我哋首先咧会坐喺张席嘅最后啦，手指揾天花板，呼气慢慢向前，乌低身趴喺度，额头放喺地下，膝头哥可以打开你觉得舒适嘅阔度，呼气嘅时候慢慢沉低心口。我哋停留五、四、三、二、一，非常好。我哋慢慢卷背上嚟，手掌心揾地下，膝头骨张开骨盆嘅阔度。我哋吸气望过去天花板，呼气慢慢收尾骨，拱起个背脊，望向自己肚脐。再嚟，我哋吸气打开，呼气慢慢。收尾骨逐节脊椎拱起，望向自己肚脐。再嚟，我哋吸气打开，望过去天花板，沉低膊头。我呼气，再嚟多一次，慢慢收尾骨拱起个背脊。好，翻返嚟中立嘅位置，收紧腹部，我哋脚趾踩地，拎起个膝头哥，慢慢拉后去到我哋第一个 downward facing dog。双脚交替咁样将脚踭踩落去地板，系啦，放松下后腿。好，然之后去到我哋第一个 exercise， 我哋会慢慢卷背翁前 plank， 呼气坐后，吸气翁前 hold 实核心，呼气坐后，再嚟吸气卷背翁前 plank。呼气坐后，帮我哋嘅 core 做做个热身，再嚟吸气 forward， 呼气坐后，吸气翁前，呼气坐后 ，one more time， 吸气翁前 ，hold 住个平板式 ，OK， 膊头远离耳仔，膊头喺手腕之上，我哋逐个膝头骨交替咁样拉去心口 ，touch and touch， 继续 knee to chest， 呼气心口，呼气心口 ，keep going 十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非常好 ，hold 一 hold， 跪低，屈曲手踭落去，再嚟吸气上 upward dog， 脚趾踩地拉后 downward dog， 好，然之后我哋跪低，揾翻 hands and knees，all right， 手腕喺膊头之下嘅。膝头哥继续张开你骨盆嘅阔度啦 ，ready 之后将我哋嘅右脚向后伸直，揾到个核心收紧，左手都一齐伸直咯，后边嗰个 pat pat 开始收紧咯 ，OK， 我哋先 hold 一 hold， 好 ready 之后我哋 touch elbow to the knee， 吸气 lengthen， 呼气 touch， 吸气，呼气 touch， 继续，呼气 touch， hold 实个核心，吸气。呼气 touch， 继续 last three， 呼气 last two， 呼气 touch last one， 然后 hold， 保持呼吸五、四、三、二、一，非常好，放松 ，all right， 然后换边啦 ，ready 之后左脚伸直向后，咪脚趾收紧核心，然后右手向前伸直。系啦，条颈拎翻出嚟，冇缩起膊头，后边 pat pat hamstring 收紧 ，ready 之后呼气 ，elbow to the knee， 再嚟吸气 lengthen， 呼气 crunch， 吸气 lengthen， 呼气 crunch， 吸气，呼气 crunch， 再嚟 extend， 呼气 crunch， 再嚟两下，最后一下呼气 touch。再嚟伸直翻 ，hold 保持呼吸五、四、三、二、一，非常好。然后放松脚趾踩地，拎起个膝头哥 ，hold hold 保持呼吸，锁紧大腿肌肉五、四、三、二、一，慢慢拉后 ，downward dog， 放松下后腿。好，然后慢慢向前行，行去双手嗰度。我哋吸气向前望 halfway， 呼气屈曲膝头哥，然后慢慢坐后。OK， 屁股落地啦。然之后两只脚放喺前边，
好，双手我哋都伸直喺膊头水平线，我哋吸气 lean back， 呼气上，吸气嗌喉，呼实个核心，呼气上，再嚟吸气，呼气。如果我挠咗呼吸唔紧要嘅，继续保持呼吸就可以噶啦。OK， 膊头远离耳仔啦，尽量唔好寒背，再嚟 lean back and up， 继续 lean back and up， 系啦，收紧核心 ，last three， last two。And then last one， 好，保持呼吸，將個手心轉去對住地板，我哋 pumping up and down， 好實，好實，保持呼吸，我哋 take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保持呼吸，扣住手指，我哋先翁翻前坐翻直。左腳拎起佢咪腳趾，開始呢啲位置要俾到 engagement 咯。OK， 扣咗啲手指之後，我哋食指掹出嚟，呼氣 twist， 指住左邊吸氣，望翻住前邊，呼氣 twist， 前邊呼氣 twist， 前面繼續 twist， 中間 twist， 中間 keep 住左腳遞起嘅，繼續 keep going twist， 繼續 and twist，come on keep going，last three，last two。And then last one， 指住你腳趾 ，and then 向上踢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and hold， 保持呼吸，然之後扣住你嘅，捉住你左腳，右手可以話扣住你腳掌，嚟打開左手，望向左手手指，好，翻返去前邊，好，捉住你左腳，慢慢捲背。慢慢卷背拉後，直至到你瞓低曬 ，alright， 右腳然後拎起咯，然後呼氣 switch and switch， 全程個頭部甩膊頭離開地板。如果好攰嘅，瞓低繼續做。換腳嘅時候呼氣，核心要收緊，將背脊推翻落去地板。alright， 繼續 switch and switch， 繼續 keep going， 十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最後嗰下捉住你嘅左腳啦，去翻左腳，然後碌翻上嚟，好，保持呼吸，收緊核心。五、四、三、二、一，非常好，放鬆，坐翻直，手指揾天花板，腳趾都一齊揾天花板，呼氣，慢慢向前落去 ，full forward。雙手放在你覺得舒服的位置，你不一定要捉住腳趾的，你可以放在地板。好，再來慢慢捲背上來，手指找天花板。好，呼氣放低。好，我們預備做另一邊，左腳屈曲踩在地板。好，然後將我們右腳拿起 up up up， OK， 鎖緊大腿的肌肉了，咪腳趾，然後扣住手指，食指掹出嚟，呼氣，我哋 twist 指去右邊，中間右邊腹斜肌發力，鎖緊核心嘅，唔好寒背，繼續 twist 翻嚟中間 and twist，come on keep going， 五、四、三，膊頭遠離耳仔 ，last two and then last one， 指住你嘅腳趾 ，and 向上踢八下，七、六、五。四、三、二、一，非常好 ，hold 左手扣住腳掌，如果可以嘅話 ，OK，otherwise、okay? 你可以扣住你嘅腳腕啦，打開你右手，望向右手手指，非常好，去翻中間啦，望翻去前邊，慢慢捲背，一齊扣住你右腳，然後慢慢碌向後，直至到我哋嘅膊頭啦，或者你去額頭。後尾針咧瞓低曬，然後再次換腳 switch and switch， 後背壓落去地板，頭肩緊離地 ，OK。如果條頸開始覺得好 heavy 好攰嘅，瞓低做，繼續拉去心口，拉去心口，換腳嘅時候呼氣，呼氣，繼續十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最後嗰下攬住翻右腳，然後碌翻上嚟 ，hold 住左腳繼續離地 ，up up up， 保持呼吸，五、四、三、
二一，然後拍埋兩隻腳 ，alright， 繼續 squeeze 你嘅大腿，兩隻手伸直向前，收緊核心，最後 hold 住十秒俾我，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非常好，放鬆手指揾天花板，呼氣慢慢向前落去 ，fall forward， 放鬆我哋嘅腰椎，腳趾都可以揾天花板啦，放鬆我哋嘅小腿。我俾咗三個呼吸我，二，一，非常好，慢慢卷背上嚟，我哋坐前一步 ，OK， 踩住地板，扣住後腿，然後我哋會慢慢卷背 ，one bone at a time， 逐節脊椎咁樣咧降落去嘅地板啦 ，OK， 好。當我哋個頭部降落咗喺地板嘅時候，兩隻手放喺旁邊啦，將個上背壓翻落地板，後面尾龍骨慢慢捲曲 ，OK， 將個後背壓翻落去地板，收緊核心啦。然之後我哋逐隻腳拎起咪腳趾，好，兩隻手放翻喺旁邊，開始做一個 scissor kicks 啦，鉸剪腳嘅幅度唔使大，但我需要你蹲直咁樣做嘅 ，OK， 你可以維持九十度咧。即腳趾揾天花板去做呢一個動作啦，或者可以 challenge 下自己咧，拉低七十度。但要盡量保持住條頸啊、膊頭唔好咁繃緊啦，盡量放鬆，係啦，保持呼吸。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做得非常好，拍埋 hold 住七十度 ，hold 保持呼吸。保持呼吸，好，然之后我哋两只脚拉翻上去，指住天花板，两只手放喺旁边啦，将个后腰背压翻落去地板，左脚拉低 ，lower， 然后呼气慢慢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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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再嚟吸气拉低，呼气 lift，very good， 再嚟吸气落，呼气上，上去嗰下唔要挫嘅，后边骨盆咧系会黐住地板嘅，呼气 up。繼續核心收緊，放鬆條頸，鎖骨延展 ，and up， 繼續 lower and lift，keep going lower and lift， 繼續 and lift， 繼續 lower and lift，keep going， 俾多四下，三、二，最後一下。OK， 非常好 ，hold 保持呼吸，我哋一齐拉低七十度 ，engage， 继续保持呼吸，五、四、三、二 ，ready 之后头肩颈离地，两只手扣住喺后尾执 ，OK， 我哋开始做一个好似一个 bicycle 咁啊 ，touch elbow to the knee， 吸气 lengthen， 呼气 touch， 我哋可以快少少啦喎，但系保持住咧，你个膝头哥咧系伸直咁样七十度推出去嘅，系啦 ，and then touch。And touch， 繼續十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 ，and yeah， very good。OK， 好，望翻中間，攬住膝頭哥。我哋 take 三個深呼吸，放鬆一下我哋個。脊椎啦，系啦 好，然后咧，我哋会慢慢上翻嚟做一啲伸展咯 ，OK， 我哋会慢慢碌上嚟，系啦，好，跟住咧，我哋会做 butterfly， 脚掌拍埋一齐，胫骨同埋嗰个小腿咧，胫骨同埋个膝头哥咧，成一个水平线，我哋吸气坐直。呼氣慢慢翁前，係啦，盡量可以保持脊椎啦，係一個伸直嘅狀態，係啦。一開頭咧，你雙手咧可以先手指揾地板啦，然之後如果手指揾到地板就手掌心，手掌心揾到地板就睇下個手踭可唔可以再靠近多啲落去個地板啦。咁啦，如果側面咧。記得啦，側面睇咧就係嗰個脊椎咧，唔好咁樣寒背落咗去啦喎，挺直 up up up， 呼氣慢慢翁前，由髋關節慢慢彎低身接落去。
幾多？五、四、三、二、一，非常好，我哋慢慢捲背上嚟。好，我哋今堂咧就到呢一度啦，我哋下堂再見。